上文杰，我们再来关注蔡依林。从1999年推出首张专辑到现在呢，蔡依林已经出道14年了。最近她推出了个人演唱会的 DVD， 在这个首映会上，我们看到这创意还有排场啊，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。今天出场的方式非常的特别，除了今天会邀请150位幸运歌迷一起上身后的皇后号，欣赏这一场 Live DVD 的首映会之外，今天首映蔡依林就是搭乘着快艇。乘游艇出场，烟火点缀。华纳唱片这次为蔡依林的首映会呢是斥资过100万，但或许是因为阵仗过大，彩排不足，邀请了150位歌迷共同乘坐游轮的蔡依林在出发前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不仅仅是惊到了她自己，更让在场的媒体和歌迷吓了一跳。好，然后慢慢的再往中间移动，不小心碰到了啦，来不及哦，还好，没有很大的威力啦，不好意思啦，九零蔡依林没有看到那个，因为刚刚我今天要帮九零澄清一下嘛，因为台上的那个灯光太强，其实有点看不太到，所以给他眼花的话就不小心喷出去了。